钢琴哦，正常是在做耍鞋掌，夹山路啊，挑东西。哎、欸，还要挑东西耶？对，我用副主查好了。然后三角坑，我们的你不敢碰到地上你的脚，对啊，好奇怪哦，不是可以朝上飞吗？你走看看，我走路就怪怪的，对不对？你就正常走路看看。会痛吗？不会啦，因为它的草是软的、哦。对，不会痛。那应该绑紧一点是吗？绑才不会掉、啊，才不会掉啊！你有走绑山吗？你们有穿吗？穿上吗？有，但是我不敢走太久，怕把它磨坏耶。磨坏没关系啊。他不是说他们一个五天就磨破一双？对，他们正常穿哈、哦，大概两天至三天。对，看你的工作量。对，因为你如果、经常去，那是会适合这个。那不就家家户户都要会这个技巧吗？不然谁帮你编、啊？我们自己都会做。那问题稻草消耗量那么大？哦，我们以前早期都是稻田啊。哦，是现在才是改成那个柴油，以前都菜田。